好，SPM 2000年有一个 farmer，他有2400只鸭，然后他第二天他每天卖掉30只，然后第几天的时候他有1800只，所以我的 A 等于2400，D 等于那个。减30，Tn 等于1800，他问 n 等于多少？好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就有那个2400加 n 减一，千减30等于1800。所以我的 n 减一乘减30等于减600，n 减一等于20，n 等于21。B，dancing every day，都的 spending，然后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我要找的是 S21。S 21百二 a 加21减一减30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1百二，然后接着再乘二乘2400加20乘 negative 30。所以44100之几，然后所以它的 cost 呢是44100乘 RM 0.1，然后它就变成 RM 4410，对啊，因为 tension 呢等于 RM 0.10，有21天下来。总共要喂这么多只鸡，每只鸡1毛钱，它本钱这边就4410。